这四天的假期呢，我在跟一些所谓的不管包括投顾还有投信的一些朋友们吃饭哦。那么我讲坦白的，大家面临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举例几档股票。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最近呢，投信有针对一档股票，叫做6138的茂达，之前是认养4919的新塘嘛。然后呢，这几个交易日，你看上个礼拜几乎呢，礼拜四、礼拜五，尤其礼拜五的那一天，如果说你有看一下上柜指数，买超第一名还是6138的茂达哈。那茂达的话，我们也知道它是电源管理 IC， 然后用在 DDR5， 那你知道 DDR5 它是未来一个非常常见的主流。就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我有很多的一个所谓朋友，他问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哦，肖老师，你看到茂达它是属于相对大盘来的一个所谓强势，而且技术形态超级无敌漂亮的，那它有没有可能走一个所谓 ABC 或12345的一个所谓上涨？那结果呢，今天的茂达呢马上翻脸，形成的一个所谓开低，然后走低又走高又走低，尾盘收在一个所谓最低的一个所谓低点。那我请问各位啊，基本上我给大家一个所谓良心的一个所谓建议，你们在股票市场，你们在指数期货市场，你们为什么老是赚小赔大？因为很简单，我发现呢，一般投资朋友，你在做任何的一个所谓事情的时候，你们都会有一个预设的目标价。就像我请问各位啊，当时的6531的一个所谓爱普，甚至包括3545的敦泰，敦泰今天的一个所谓股价还在创波段上面新低哦。那我请问大家，四个月前你去买敦泰的时候，你认为敦泰它会创新低吗？不管从它的 EPS 的角度，不管从它殖利率的角度，我讲坦白，超级无敌便宜的。可是你当时你去买敦泰也好，或是你礼拜五跑去追6138茂达也好，我请问各位，你在图什么？你当然认为说他们会有一个技术线型上面的一个大涨，因为根据大家过去所学的技术分析，他们的图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一个完美，非常非常的好啊。结果呢，今天剩多少钱？今天剩多少钱？尤其354的敦泰剩多少钱？尤其2409友达今天又剩多少钱？尤其2303的联电今天又跳空的一个开低。所以基本上呢，我只能跟大家报告，行情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样的一个简单。反正技术线型好看，一根长红 K 棒，我废话嘛，所有的软体一定会出现买进讯号，一根长黑 K 棒，所有的软体一定会出现一个放空讯号。可是呢，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哦，你发现呢，我在节目当中，我每天都会花时间去跟你讲一下极短线的部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一个所谓极短线，它所汇整出来的就是个标标准准的一个所谓长线。就像我请问各位啊，大家都知道呢，大家最担心、最害怕就是得到癌症嘛。不管抽烟的怕得到肺癌，没有抽烟的怕得到胰脏癌，好，没有抽烟的，然后肚子大，像谢老师肚子这么大的，又怕得到肝癌。那么请问各位，今天不管包括肺癌，不管包括肝癌，难道是它很快速形成吗？它今天也是要你的肝指数过高，肝指数的叶髓高，导致于你的肝开始出现一个所谓的那叫什么，有点类像菜瓜布这样子啊，然后再慢慢衍生从指数高到肝的一个所谓发炎，再从肝的发炎慢慢衍生到癌症，没错吧？那同样所有的大行情，所有的大行情你都要先看得懂极短线啊。就像呢，我再举个笑话好了，我请问各位啊，上个礼拜二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一下费半指数哦，费半指数它是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那根据大家所学的，不管包括均线理论，不管包括 KD 指标，不管包括葛兰碧八大法则，你能告诉我哦，费半指数昨天晚上一口气大跌4%，那是因为整个俄乌的紧张冲突导致于大跌吗？再讲个笑话好了，如果说你有在看那个纳斯达克指数，纳斯达克礼拜二早上起床，你有没有感觉到很爽？哇，谢老师好棒哦！哇，他在礼拜你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就说礼拜三台北股市会跳空开高，哇，好厉害哦！你看礼拜那天费半指数上涨，纳斯达克指数超级无敌涨了将近有200-300点哎，结果嘞？昨天晚上全部吐光光。好，我要回到原点哦。基本上，所以说哦，所有的大行情，它都是从小行情当中慢慢去衍生，不管是多还是空。这是为什么我在跟你强调，我说主力做手操作，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包括周线、月线框架，包括一个所谓多空主力线。来，快举例哦。我记得呢，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我说收盘小于关价，收盘小于 AC。可是月线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红灯，这上礼拜是我讲的哦。我说现在就等说到底周线它是红灯还是绿灯，这是上礼拜
拜四我所跟大家做的报告，结果来到礼拜五的时候，台北股市出现往下的跳水。那问题跳水完之后，为什么往下急杀之后又往上做一个急拉？因为很简单，等于说呢，上个礼拜是因为它收盘小关的收盘小于 AC，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到 PM 盘它真的往下杀，为什么往下杀？就 AM 盘它又往下出现的一个水跳水。可是问题啊，因为大盘的主力心态，它是从绿色变红色，从绿色变红色，从绿色变红色，从绿色变红色。这是为什么礼拜五的时候，台北股市它形成了一个所谓开低、走低又走高。好，继续哦。就要来到礼拜五的时候，我也就跟大家预告，我说周线它是一个红灯，而且收盘它是大于关价，收盘大于 AC。那我这个人，我在实战上面的操作很简单。很多人说小事 ，PN 召集令看起来好像蛮炫的，可是我还是老话一句哦。我不是每天都会出手，我所出手的业水架构很简单。我说啊，基本上你今天你的业水操作要留你的 SOP， 就像我举例6138的业水茂达，你在礼拜五的时候看它是一根开低走高的一个所谓红 K 棒，那你心中也懂得很多的业水技术分析，不管包括阳线测试，不管包括阴线测试，不管包括上升三法，不管包括下降三法，那我请问大家，那今天6138的茂达，它形成了阴线吞噬，形成了阴线吞噬。那正常而言呢、啊，你就应该要停损出场。可是问题，你礼拜五追的部位，你为什么不想停损出场？因为很简单，你看到投信在礼拜五的时候去买，那如果下午4点所公布出来的投信的数字，它出现转买为大卖了，那明天茂达不是出现往下大跳水吗？所以基本上哦，你今天你的操作，你要有你的一个所谓最基本的一个所谓信仰，来自于你自己的 SOP。就像我们在 PM 盘上面的操作，就像日盘的一个所谓部分，我操作很简单嘛，主力心态多，我做多。好，要来到 PM 盘的一个所谓部分，我也就告诉各位，我说今天呢、啊，你要赚钱，你要赚钱，你要有你的一个所谓方法。你想想看嘛，这个标我讲了多少次了？我说你今天呢、啊，你要在44个礼拜，你要掌握560万，你要大赚560万。我讲坦白，他真他爸爸的不是难事。可是问题重点，你的逻辑在于哪里 ？K D 指标吗？MACD 指标吗？那我举例好了，今天台北股市哦，今天台北股市期货了，期货了，它怎么走的？它怎么走的？开高吗？不是嘛，开低嘛，开盘直接跳空跌破 PN 盘的低点，而且不止如此哦，它30分钟线有没有送你一根扎扎扎扎扎扎实实的长黑 K 棒？好，这部分我给我2分钟，我先把它交代完之后，我马上讲哦，好，看清楚哦。所以说我的做法很简单，主力心态一票。收盘关键价一票，收盘 AC 一票，有没有看到？那我在上个礼拜，我们跟你预告，我说收盘大于关键价，收盘大于一个所谓的 AC， 收盘大于关键，收盘大于 AC。所以说呢，我所以说呢，多头已经拿到至少2票的要水发权。既然拿掉2票发权，这是为什么？在1点41分的时候，我也清楚告诉我的会员，542到535做多，如果没有成交，尾盘直接改市价。好，1点41分的时候，那我请问各位。尾盘直接改市价，那一定成交嘛？这样有没有很轻松赚的63点？好，来再第二件事情哦。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也就跟你预告，我说啊，台北股市礼拜三它会开高走低，开高走低。老师，那为什么要开高走低？来，再把我传真稿读清楚一点哦。来，在我传真稿的4月1号愚人节嘛，也就礼拜五的那一天，1点48分，我的会员就可以拿到我的一个所谓传真稿。我在里面呢，我有提到，我说收盘在关键，收盘在 AC， 可是空头主力套，我们看到这几个字，可是空头主力套，空头主力套。那我在里面呢，我也告诉我的业水会员，我说了空方防守价落在593，还有625，593、625啊。结果呢？我请问各位啊 ，PM 盘它有没有先往上急拉？有没有先往上急拉 ？PM 盘有先往上急拉 ？PM 盘这一拉拉了将近有六十几点了，可是问题呢？它有没有再往下杀？有，再继续读下去哦。那么我在上面的话，我也写得很清楚，我说啊，如果分线中黑跌破510，它就会来到了472到466，再反弹到510。等于说就整个极短线的业水部分，我在传真稿里面，传真稿没有人这样写传真稿啦，我还画图给我的一个所谓会员看，我说啊，如果分线中黑跌破510，它就要回到466再弹，可是弹起来510又变成了一个所谓压力，这样很清楚。那如果说你再把 PM 盘看仔细一点，最低的低点来到457，结果呢有没有往上弹到510收盘，说520收盘，想看你要什么样的资讯呢？还没完哦。好，
等于说哈，再看一遍哦，我写空方报价落在625，多少价落在466，这样比较简单哦。空方价落在625，多少价落在466，所以说呢，高点跟低点，高点跟低点，我们完全的右手命中。好，还没完哦，继续哦。今天台北股市出现往下跳水，再一遍哦，它是不是先开低一根长黑 K 棒，一根长黑 K 棒走低？老师啊，干嘛解这个大盘解这么久？来，我举例一档股票，6138的茂达，今天是一根长黑 K 棒。那同样的，2609的阳明，礼拜五收在一个所谓最高的高点，就今天出现往下的跳水。好，我这个人很简单啊，我不会把所有的罪和怪罪在乌克兰，怪罪在俄罗斯。如果说呢，你认为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件战事，我讲坦白的，现在美国股市不再反应升息了，因为升息这件事情大家早就知道了，好不好？有没有人不知道？接下来五月份联邦储备局 FED 它还要升息两码，大家都已经知道，这大家老早在几个礼拜前就已经知道，现在没有人在管这个东西了。可是如果说嘛，你说乌俄战争小事，乌俄战争我哪知道，一下要谈一下不谈，哇，本来呢又四处，你看哦，礼拜一晚上的那一天啊，美国股市是大涨，拉出一根超级无敌大的长红 K 棒。为什么大涨？因为传出普丁跟泽伦斯基他要碰面，哦，碰面嘛，所以大涨。那问题为什么昨天大跌？因为传出俄罗斯在查德镇展开大屠杀，所以说呢，全世界的国家又开始纷纷制裁俄罗斯，啊，所以导致美国股市又大跌。所以说，如果说你认为这个东西很恼人的情况之下，我只能奉劝各位，你就不要做了。好，那不要做的一个最良心的建议，你是连投顾节目，任何投顾节目你都不要看，你都不要看。可是如果你真的还是想要操作的，我只能奉劝你，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找我，因为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投顾老师能在每天的开盘之前给你两份的一个所谓传真稿，再看一遍，看清楚哦。这是四月五号，昨天晚上嘛，昨天晚上十点十三分的传真稿。我请问各位，我当时我知不知道费半指数会收多少，下跌多少？我不知道，可是我认为那也不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是要操作台北股市，你不是操作费半指数的啦。那你既然要操作台北股市，你只需要知道台北股市它的最大值到底是落在何处，来看清楚我们。在昨天晚上十点十三分，会员就拿到我传真稿了。我在里面我们提到392斗点，还有356完全没遮牌哦。392、356，它是个标标准准的最大值。那我请问各位，我节目当中我们教过各位，最大值它是多头非常大的夜水防守区356。那当它往下急杀，往下急杀，就主力做手的夜水角度，它本来就会把它的空单做回补。你老师在盘中有杀破啊？啊，最近不是356。比这个还低啊，我在356我的空单拼命回补，我在356我的空单拼命回补，我在356我的空单拼命回补。那我的空单为什么在356要回补？第一个，空头主力解套了。第二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不要忘了，这一个礼拜是架构在大盘周线月线同步都是红灯。这是为什么？当它往下急杀，它空单就一补，甚至于反手做多，然后又拉上去，最主要的原因啊，这样够简单的哦，这样够简单的哦。那我请问各位啊，356这个价格，我很多人说谢老师啊，我来上你的课到底能够学到什么？基本上哦，我的课程跟一般外面课程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一直相信啊，一般外面的业水课程，再举例嘛。你要看到阳明一根红 K 棒，你说哦，那叫底型。你要看到茂达一根长红 K 棒投信买超，你才知道那是作战标的吗？你今天你要成功，你要懂得一个所谓的预测，你要预测，你要懂得看到未来。这是为什么44个礼拜你要赚560万？你要借由主力心态，你要借由 AC， 你要借由关键价。可是你反复的盯盘，我现在回答你，再一遍哦。今天早上开盘，它是开低垂直急杀到356。我请问各位哈，麻烦你把你的软体打开，你所有的软体打开，是不是全部都是放空讯号？哎，再一遍哦，上你看这个主力多贱，上个礼拜五，上礼拜五台北股市也是开低走低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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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软体一定全部都是买进讯号，
结果今天的一个跳空开低，跳空开低，你的三十分钟线，你的六十分钟线绝对是放空讯号。啊，就空完之后嘞，空完之后嘞，当你的三十分钟线、六十分钟线由空转多的时候，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主力心态？因为当它由空转多的时候，相信我，你绝对不会空单停损，因为你就看到杀。杀的时候九点十五分第一个三十分钟线下去了，你才看到放空讯号。放空讯号想说黑 K 棒那么大只啊，这行情挂掉，跑去放空啊。放空当你出现买进讯号的时候，你已经赔了一百点哦。那你会把空单停损吗？你把空单停损吗？不会嘛。啊，不会停损，到收盘刚好赔两百点，恐怖吧？恐怖哦。来，所以说还是有方向感的。这边哦，有一点小小复杂，好想白一点啊。今天收盘带关要收盘带 AC， 可是今天空头主力又套，这个很烦，你知道吗？空头主力又套，所以说这个行情呢，它也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看到国际股市利空，它可能又玩金融模式，又往下急杀嘛，又往下急杀，大家改变不了那惯性呐。礼拜五也玩同样模式嘛，它正往下急杀，谁受得了那个急杀了？谁受得了那个急杀啊？急杀，你把你多单停损，然后再砰上去了，然后上去了，然后明天再跳空开高，然后呢，砰砰砰又下来了。这样玩就玩不了了，这样玩就你，所以说你看了外资他现在傻住不敢动哦，不敢动，买六百四十四口，好，所以解完喽。可是周线、月线它还是红灯哦，还是个标标准准红灯。好，那股票的业随部分就简单很多了。那这是我们之前超过的绩效，我很快速带过去。好，从六哎三零三五的业随智源，好，智源大赚四只涨停板，再到台盛科也赚了四只涨停板，到六一零四的创维也赚了107块，乃至于创维呢总共赚了5只的业随涨停板，然后呢再从创维到3707的汉磊赚了2只的业随涨停板，而且呢，为什么喜欢看我节目？好，不是说看老师笑，像很多人说笑老师啊，你头发理一理好不好？哎，笑老师，你头发我去烫过啊，笑老师，你头发看起来很好看的、欸。好、哦，我是自然卷啊，好、哦，我是自然卷啊 ，Q 毛的蓝，真的 Q 毛，我头发算是很多，头发的发量算是很多哈、哦，因为哈、哦，我吃了太多补脑的东西了。那讲到补脑，你记不记得？哎，以前很残忍，你知道吗？现在没有啦。以前像广东他们要吃狗肉。然后呢，不然就吃猴脑啊！你知道猴脑怎么吃的吗？啊，讲到狗肉哈，吼，现在什么都要钱。我家的狗啊，吃到那个鸡骨头，然后刺在上面的牙龈，哈，刺在上面的牙龈。那你也知道，你狗你也不可能，我伸手进去把它拉出来，不可能嘛！你被狗再怎么爱你，它会咬你啊！如果说你敢把手伸到里面去拔东西，它一定咬你啊！结果呢，送到兽医那边去。这样随便搞一搞就5000块，五千块呢？你看当医生多好赚呢、啊，麻醉药完之后，然后把它洗啊、哦，有洗牙，因为还包括洗牙，总共5000块，哟，好赚。上次我救一只流浪猫，你知道吗？上次救一只流浪猫，他跟我讲输血，好、哦，我救一只流浪猫哦，因为刚好有缘嘛，他刚好在我面前这样倒下去啊，倒下去我就觉得说，嗯，好像还有微微的呼吸，那我就送到动物医院去。啊，动物医院去呢，然后呢，你乱叫他名字，很有趣哦，他会有反应，他的反应是尾巴这样，啵啵啵啵动，很感人呐、啊，尾巴啵啵啵这样很感人。然后呢，医生照 X 光，医生说要输血，我说好，输血，回来看，反正看多少钱，看多少钱，反正我就拿个10万跟你拼了，好，把猫给我救起来，结果后来还救不起来，然后这样就。哎，输血算1cc 的、哦、动物是算1cc， 哎，动物没有劳健保，输血 1cc 报多少钱我忘了啦，反正两天包括住院费，包括什么诊疗费，包括什么 X 光费，什么万哥咪哥输血费用，两万块就这样烧掉，有缘啦，就好像我家一大堆流浪猫哈，来，有空再给大家看照片哦。然后包括3707的叶水汉美，等于说，其实在股票上面的叶水操作，心态也是一模一样。你145块你不去买，然后200多块钱，哎，人家已经涨了4只的涨停板了，145块，我有跟你讲哦，就涨了4只涨停板，你去追好。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好了。你记不记得台盛科？哎，我先找台盛科好了。来，台盛科之前的，我们先把汉磊也哎奇翁交代完。奇翁这样子也赚了两只涨停板嘛。星光刚最可惜的，星光刚获利卖出之后，换成5425的台半。哦，台半也赚了1只的液水涨停板。乃至于我先讲台积电好了。我现在讲台积电，然后台积电讲完之后，去讲353的台盛科。台盛科讲完之后，我再绕回来去讲49月新涨。所以说一定要锁定哦。基本上哦，
目前呢，我就觉得台积电这张股票越来越好玩，越来越值得投资。哎，老师，那是不是代表说台积电我就做多？我是觉得哈，如果说所有的学员哈，所有学员，我们在课程当中，其实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我们去讲台积电。因为台积电为什么好玩呢？台北股市呢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商品。好，我举例好了，包括原石油，不然包括什么电动车，国泰电动车。你仔细观察，他们很好笑的地方在哪里？哎，我现在找到一个发财的利器耶！我真的找到一个发财利器。所有学员听清楚哦，国泰电动车的代号多少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查了。现在台湾有很多 ETF 嘛，很多 ETF 吧。好，除了0050、0056之外嘛，还有什么国泰电动、国泰智能、哦、好像叫国泰智能电动车0088什么88蛙哥啦，原石油啦，还有黄金线啦。我问大家哈，他们走势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不知道，就是每天用跳的，都是跳嘛，不是跳空，然后跳空之后就不会再动了。不管是跳空开高或跳空开低，哎，可是呢，从这个每一个跳空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找到任何的端倪？好，再一遍哦。我当时呢，在1月18号的时候，当时台积电啊，在678块钱，这一波台积电最高是688嘛，678块钱的时候，我就跟你预告台积电反转。好，反转，结果从此之后，台积电一路暴跌，一路暴跌，一路被 AC 压着打。好，所以说 AC 这个东西，我们的课程有教，麻烦大家一定要学会。就等于说678块钱的时候，我跟你预告1月18号台积电反转。结果呢，当时台积电还不像这样子哦，现在台积电很疯狂了。他们台积电最近涨价跟原石油、跟国泰那个什么国泰智能电动车涨得完全一模一样。反正开盘就是等于收盘，都是用跳的，不然就是往下跳。可是，在跳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它的规律性。好，再一遍哦。结果呢，565块钱，我告诉你呢，我买台电嘛，565买完之后，575买，583买，575买，583买。好，那问题呢？这个规律性你要怎么样去发掘到？我们在这一次的一个月中，上个月的月中，我们有送给你们关键报告 Part 2，三月份关键报告 Part 2，我在里面，我们跟大家报告，我说其实呢，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遛狗。什么叫遛狗？你今天呢，你的主人啊，我是主人嘛，我真是主人嘛，我今天不管是遛多多，我今天不管是遛乐乐，他们等于说，他今天你带他去外面走路的时候，他会黏在你身边吗？除非他是变态同性恋狗，不然他怎么黏在你身边干什么啦？他一定会往外冲，为什么往外冲？因为他要去尿尿、哦、所以说呢，你到路边呢，看人家在遛狗的时候，每只狗都抬脚、哦、不是尿尿就是大便啊，不然就找东西吃、哦、狗就只有三样东西而已：尿尿、大便、找东西吃，没错吧？就再跟我念一遍：尿尿、大便、找东西吃。好，那我请问各位啊，大便完之后，他要不要回来主人身边？大便完之后，他就要回主人身边。可是问题呢？我发现呢，所有投资朋友，你们知道你们的绳子的长度，可是你们根本不知道股票的长度。我这样讲没错吧？这几个礼拜前，一个多礼拜前，我就跟你讲，台盛科要跌到259再说。老师说，如果没有来。对，如果没有来，上个礼拜四你就被骗了。盘中急啦，不用多了，盘中急啦，你跑去买，到礼拜五你就现赔34万。所以说、哦、你手中有大资金的，你大资金操作的，我是建议啦，你要跟着我的一个所谓步伐，因为我的做法很简单嘛。你今天你台盛科259来，我们买；259没来，就不要买嘛。老师，我最低低点260，没缘嘛。你大资金的人，你在实战上面操作，你要有这样的思维，叫长线哦，叫长线哦。那短线的部分就简单多了嘛。短线的部分啊，其实这也叫长线啊。我们跟你讲596，哎，这个文接牌接到不想接牌了，596，啊，有很多人不信邪，596我们在卖，啊，就冲到600多块钱，600几，老师不准啊，
啊，你买在600多块钱，来哦，继续哦。3月30号，礼拜四，礼拜四，他预告为什么今天台积电跳水？哦，老师，费半指数下跌，老师因为封城，你不要讲那种干话，我觉得那是干话，你知道吗？那是看到图在找原因解释嘛。好，就好像礼拜五的时候，2609的阳明拉出一根红 K 棒，哦，他要喷出去了，啊，要跳水，哦，那是因为封城，那不是干话吗？那不干话吗？来，1月30，我跟你讲哈，为什么你要去下载我们的软体，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因为我软体呢，除了是给大家主力心态之外，所以台积电我可以大赚70块，我赚70块钱呢，我赚70块钱，我买3次，有啊，三次的证据，我包括565买。575买，583买，说一档台积电我赚了70几块钱。可是问题，你说老师我做长线的，现在有东西长线的，现在有东西长线的啊，如果6138茂达明天跳空跌停板，你又告诉我能变长线哦？不是这样子吧？如果说你知道台积电今天会跌下来，我绝对会抛，一定会抛嘛，一定会抛嘛。来继续哦。那为什么跳水？因为呢，3月31号预告4月1号，它的多方报价，哎，我们手机版的部分在右半边，哎，正下方，电脑版的部分在右半边。我很自豪告诉各位，我的软体是全宇宙唯一能够跟你预测多空防守价的。这是为什么一档4919的新唐，我们随便一赚就赚了50几块钱。这是为什么一档6104的创维，随便赚也高达将近4只100块钱，不是这样子吗？好，继续用。收盘小于590，就是因为礼拜五的收盘收589，小于590.94，所以导致于今天继续跳水哦。好，继续哦。那么今天呢是4月6号嘛，你所看到它的空方好价都在580.3，什么样的概念呢？580.3代表呢台积电明天要收盘大于等于581，这样够简单的吧？够简单吧？收盘，老师，我收580.5，不行，不行。你收盘收580.5，它并没有收上580.53，那才是个标准的弱势。你只有收盘收大于等于581，它才是一个止跌的讯号。基本上，看看我们的绩效，智元87块钱，创维107，汉美34块钱，新唐60，启用16块钱，台半7块5，台电70块钱。这些亮丽的绩效，它的背后又回到主力做手操作的业水价格观念。老师，那如果台积电明天破这个数字，那超级无敌还是弱势？讲白一点，现在是个标标准准空方控盘，哦，懂我意思吧？好，那同样的啊，来啊，来来来，继续哦。你看嘛，台盛科，我在上上个礼拜就跟你讲259块钱，259啊。那基本上呢，那其他的股票呢，不管包括什么6138的茂达，你跑去追的4919的新唐，它的遛狗的端值在哪里？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知道。好，那时间比较不够，剩下1分多钟时间，来，我们直接把航运类股把它解完哦。对啊，当然要解完啦，不是在那只会讲绩效，讲绩效是要让大家知道跟着我们操作，你看你差一天，你有没有差的非常非常多？那等于说呢，这一波的业水航运类股，我们休息很久之后，我们在上个礼拜又买回来了，可是买回来之后它没到我的卖点，所以我没出，好，我没出。所以第二阶段呢，光航运类股2603加2609，在短短三个礼拜时间，我们大赚187块钱。好，那大赚187块钱的时候，我就跟你预告了，我说啊，2603的长荣，而且是在三立新闻网，这个不能乱讲的哦，这是新闻网哦。我说呢，2603的业水长荣153不会过，133不会破，它会做一个所谓区间震荡。然后之后呢，在整个我们给大家的关键报告里面，我就很清楚的跟大家预告，肯定跟大家预告来打开，没错啊，跟大家预告。我说呢，长荣跟阳明它的月线都是个标标准准的月水绿灯，所以说它刚好杀到118.5，拉起来了。好，那就在上礼拜四来跟大家报告吧。我说呢，我去买2609阳明，我买在123，好，123 118 118 123。好，那么我都没出，我昨天礼拜五的时候我是挂128要卖，就最高的高点是127啊，126.5，反正没到。好，继续看下去哦，有没有危险？有没有危险？当然，任何事都有它的危险。来看清楚哦。
这个是3月31号的嘛，啊，这个是空方价嘛，当都没碰到嘛，啊，就今天又回到123块钱。好，来看清楚哦，今天10月6号，它这个价格哈，122.43，不能跌破，不然又被骗了，那根红 K 棒就是假的。好，讲得很慢哦，我讲得很慢哦，而且我给大家答案哦。简而言之呢，你今天要成功，你一定要与众不同，你一定要知道人家主力做什么操作，它是架构在价格的业水观念。如何去下载我们软体？如果说你看我节目，你认同我的操作理念，你也了解真的好屌，都事前讲的，全方位360，真的只要360，第一时间去下载我们软体，拥有主力心态，还有多空防守价，你自然就是未来的一个所谓大赢家。我们电话号码02-2392-3988，真的只要360，永远相信事先预告才真的。我们明天再见。